果有两样喜欢的东西，有人要你选择其中一样，你会怎么做？虽然我也会很犹豫，可是陶乐比也犹豫太久了。这样不但会让等的人不耐烦，还很可能会被大家讨厌哦。陶乐比，你快点决定啦！下一集，陶乐比要选哪一个，一定要看哦。